也太神奇了吧，我也想来挑战一下。抖音。第四天去医院，有社保卡真方便。安全第一。够了够了。抖音。抖音。熊爸爸的眉微轻悄悄开，慢慢的绽放他留给我的。抖音。超火的360度转头变装，都说是电脑制作的，其实手机就可以制作教程安排上。首先固定手机拍摄，向右推头视频，站在原地继续拍头部，从左回正。背对镜头再拍头部，从右转到左，变装完再拍一次从左回正视频，将第一段导入剪映，关闭原声，导入收藏的音乐，裁剪视频使推头位置对齐音乐卡点，再头部转到右侧位置，添加化妆画，将第二段导入，给视频变速为 0.1 秒，继续导入第三段，将视频变速为 0.2 秒，给化妆画添加蒙版，选圆形，调整蒙版位置及大小，只露出头部，重点步骤，放大轨道，给化妆画开头打上关键帧，移动视频位置，对齐脖子，继续移动视频，不断调整头部对齐脖子，关键帧会自动形成。下段视频同样操作，做完导出，再将半成品和第四段导入剪映，点中间白色小方块，添加转场叠画，时长为 0.1 秒，玩火导出看效果。抖音。段子挺哇塞呀，一堆人艾特我要这条视频的制作教程，超级简单，认真听讲，教程安排上。拍摄一段推头的视频，相同位置再转一个圈拍摄一段，再拍摄一段化妆后的视频，打开剪映导入视频，拖动视频至刚推头的位置上，化妆画导入转圈视频，双指放大与下方视频位置大小一致，点击化妆画视频选择变速，加速为5倍，点击蒙版选择圆形，调整蒙版的位置只圈出头的位置，拉动一丢丢羽化值使视频更柔和，脑瓜转圈做好了就再次导入化妆后视频，点击两段视频中间闲置的小白块，添加基础转场里的叠画，并将转场时长调整为0.2秒，导入抖音收看月，玩火导出视频看正品。你学废了吗？拍好期待给你点赞下课。抖音。我呀，废了，我也扔。抖音。抖音。熊爸爸的眉微轻悄悄开，慢慢的绽放他留给我的。抖音。熊爸爸的眉微轻悄悄开，慢。抖音。请模仿你爸妈评论。抖音。我真服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开。抖音。抖音。今天给大家展示才艺。熊大大的眉微轻悄悄开。抖音。